来 ，Alright， 我们再往下走哦，再往下走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呢，第四个画出胆固醇的结构，画出胆固醇结构哈、哦。好，来，那这个地方，一样把它叫出来。好，那胆固醇结构啊，那个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这个版本的胆固醇啊，因为我以前学有以前学的哈的版本哦、啊。来，那我们各位讲好，一样再重复一次哈，重复十次都没有关系。一个六圆环，一个六圆环，一个双键，六圆环、五圆环伸出去，一，好 ，OK， 重来。好 ，OK。好，所以那个直播录影最怕的就是这种事情了，但是没关系。我们不管它，我们目标就是把它弄好就好了啊！来，来这边的话，我跟各位解析一下我们当年怎么背的啊。一个六圆环，六圆环双键，六圆环，五圆环，一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然后呢，伸出去一个甲基，伸出去一个甲基，凹槽的地方伸出去一个甲基，凹槽的地方伸出去一个甲基，这不是哦，这氢哦，就不要管它。好，这边一个 OH， 好，所以一般我会怎么画？我跟大家讲哈，一般我会这样子画，六圆环，啊，不好意思，我画的不好看哈，有够丑的，刚好我的滑鼠跟人在打架哈，我滑鼠跟手机比，好，这边呢翘上去六圆环。这边五圆环，好 ，OK， 那一样，这边有个双键，这边个 OH， 好 ，OK， 这边从这边开始哦，来这边来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个双键，一个甲基，一个甲基，凹槽处一个甲基，一个甲基，搞定，就这样子，哎，这个东西就背没了，就这样子。其他人要不要背？我觉得还好，但至少 cholesterol 这个要背，这样子我就会给分，这样子会给分了。好，来。好，另外刚才这边啊，他告诉你说画出主要的结构，请说明 AT 核糖跟去氧核糖怎么画哈。好来 ，OK， 我画一次给各位看哦。这个东西的话，它 A 的话就是一个五圆环双键，氮双键，那有双键的地方连接的氮就没有 OH， 这个全部单键就一个 H。好，这边翘上去的是 NH2。好，来这边先一个葫芦状，再一个六角。好 ，OK， 先画基础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因为我手写板，我可以擦掉哈。这边一个氮。好，这边一个双键，这边清掉。好，现在一般我们是不擦掉，直接写 NH。好，那一样，这边上去就是 NH2。好，这边双键写个 N 就重叠上去啊、哦，然后这边写个 N 重叠上去，这样我会给对，因为我们以前都是很懒的画哈，这样我看了你就知道懂了哈、哦。T 的话一样，先画个六角形。好，画了六角形对不对？这边有个双键氧上去双键一个氧，好，这边呢一个甲基 CH3， 这边一个双键，这边一个 NH， 这边一个双键氧，这边一个 NH， 这就是 thymine， 我记得叫胸腺嘧啶，
搞定。好，这东西没有什么，就多画多练习。你现在看熟了，以后到了生化课，你会轻松很多很多。好，再来荷塘哈，荷塘也在强调一件事情，就是它的特色。荷塘在这边一样画一个仰，在五角形。好，那这边的话，我不要求上跟下都不管它了，好，我就不要上跟下，我们直接来看这边一个 OH， 这边一个 OH。这边一个 OH， 这边不是 OH， 因为它是五个碳这边举上去，再一个 OH。好，它是 one plan， two plan， three plan， four plan， five plan。OK， 这就对不起，哎，对不起，我画错，这边有个 OH 哈 ，OH 画得很难看了，请见谅。它就是长这个样子啊、哦，它就长这样子。好，再来去氧核糖呢，跟它长得很像，去氧核糖是这样子，一个氧。我真是没有画画的天分，那个手指控制不住。一个 OH， 这是1号 one plan， 2号 two plan， 没有 OH 哦，只有两个氢哦，不要搞错哦。变化变化，再来一个 OH， 4号碳不是接 OH， 4号是上去一个5号碳， 5号碳再一个 OH。哦，我现在看到这样我就给分，好，这没办法，你们一定要读，一定要背，就练习，没有办法，就是背，就是背哈，因为这不是我发明的嘛。但是各位大家一起体谅，一起背，一起走哈。好，来，我们往下走。好，这边呢，请画出费雪投影式，费雪投影式哈，其中的线性分子 D glucose 跟 D fructose。第二个，画葡萄糖会在水中形成环状结构，使用 Hallworth 的结构画出 alpha D glucose， 全对才给分。来，我这边解析一下哈，这边怎么画？低 glucose 就是由上化到下，它是 aldehyde 全糖，所以这边是 CHO。然后二号碳、三号碳、四号碳、五号碳、六号碳，六号碳是有对称，所以不用管它。我们讲五、四、三、二、D、D、L、D。哦，这个已经讲到快烂掉了啊、哦！右、右、左、右，画完了我就给分。好，再来。这个东西呢，它是葡萄糖，这边是 ketone， 是酮糖，是酮糖哦 ，ketone 或 ketose， OK， 它一号碳、二号碳、三号碳、四号碳、五号碳、六号碳，那其中有不对称碳的就是五四三，隔壁这个呢是五四三二，好，不对称碳五四三，这时候呢它是 D L， 哎，江老师，我问你哦，请问一号碳有没有 OH？ 有啊，一号碳是不对称，不是因为它两个氢，它就对称了，好，它有对称面，所以呢，它是右右左 ，D D L D， 葡萄糖呢是葡萄糖，果糖是 D D L， 好，搞定。来这边我画一次给大家看，我会怎么画这样子哦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六好，一是 CHO， 二呢？我们说这边是 CHOH， J2OH， 好 ，D D， 哎，对不起，画错了 ，D D L D， 右右左右，好 ，OH OH OH OH， 好，接下来你可以画清，画清，画，哎，我错了，错了。这边只有氢而已哈，这边只有氢，这边只有氢，这边只有氢。好，这样就给分。好，再来呢，我们一样，我们看酮糖 （fructose），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好，来这边，一它是 CH2OH， 二是双键的氧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六的话也有两个氢，一个 OH， 所以它不是不对称碳，只剩下五、四、三，右、右、左 ，D、D、L， 这边 H， 这边 H， 这边 H， 好，画完就给分，搞定，没了。那有那么简单，就这么简单，但是对有些人就有困难了，那没办法。好，来这边我们再看这个、哦。
好，再来呢，那个它的环状结构有椅子型的，跟那个 Harworth。那这边怎么看？我给大家看哈、哦，画一个仰，然后画一个六角形，水平的六角形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五四三二，五的地方不看，因为五的 OH 已经变成这个仰了。啊 ，C 本来第一个是 CHO， 对不对？第一个的 CH， 我用绿色好了哈。第一个 CHO 的这个氧已经变成了 OH 了，所以这个地方会变成这一个。然后呢，我用浅蓝色哈，五号碳的 OH 已经变成这一颗了 ，OK 吗？所以这样子的时候，五号碳已经没有氧了，所以这边只有一个氢而已哈，所以这边五号碳，这边是五，这边是六，五四三。二一五不见了，四三二，四三二原来是 D L D， D 在下，下 D 在下，上下画完 ，OK 咯，好 ，Alpha 是在下面，所以我画一次给大家看。先一样，先画一个仰，一个六角形。好，那我们知道是一号碳。二号、三、四、五、六翘上去，六号好，再来呢？这边一号碳的 OH 朝下，这个就是 Alpha。这边是下、上、下，搞定啊！如果用氢的话，长这样子，氢的话，这边是氢、氢、氢。氢 ，CH2OH， 好，画这样我就给分。好，这个没有办法背，只有背，只有背，没有别的哈，没有苦功，只有苦功，没有捷径哦，没有捷径。好，来这边，蔗糖由哪两个单糖所组成的？很简单，蔗糖就是 glucose and fructose。乳糖是由哪个呢 ？galactose and glucose， 它就是背 galactose。OK， 好，再来呢？氨基酸，氨基酸的缩写与结构。氨基酸我给 lysine 的缩写 LYS， 前三个字母刚刚好。lysine K， 哦，这个很难背，我知道，这个我也很难背啊、哦。但是你们就是要多多帮忙哈、哦，就把它背下来。好，再来 ，tryptophan，try错啊 ，try 不晓得 try 很难记啊、哦，所以它往外拿，代表成 p，tryptophan，trp， 它的缩写是 w，OK、okay?。Valine, V-A-L-I-N-E, V-A-L-V, 这个齁，所以你看前面你画了这么一大团，这么一大团五分，这么一大团五分，这边你再会猜单字，三字字母缩写，单字母缩写，五分五分五分，进账很快齁。好，结构长这样子对不对？我跟各位讲齁，这边的话我模仿它来画齁，它就是这样子，一个 Alpha 碳，一个 COOH,一个，它 COH 或者 NH2，OK，、okay? 好，再来呢，这边你看到这边在，一个碳、两个碳、三个碳、四个碳 NH3 正 ，OK， 或一个碳、两个碳、三个碳、四个碳接一个 NH3 正或写 NH2 哦，我习惯写不带电的形式，然后这样子 lysine 就搞定了，这样 lysine 就搞定了。好，第二题。一样的情况哈，阿法碳，阿法碳这边 COOH 或者 COHCO 负 NH3 正，继续录影哈，没事哈，没事哈，来 NH3 正。好 ，OK， 好，再来、哦、这边呢、哦，出来一个碳，一个碳之后呢，一个五圆环，一个六圆环，来，一个碳，一个五圆环，一个六圆环的时候，刚好这边接过来这边，所以这边六圆环，一二三，好，五圆环这边呢，一个双键，一个 NH2， 一个双键，
一个 NH， 不是 NH2， 对不起 ，NH 哈，这边一个双键，就是这个双键，这边是碳，这边是双键，这边是双键，刚好这边是一个苯环结构，所以它会共振哈，那么这样就 tryptophan， 很好玩哈，就长这样子。各位，我故意写 alpha 了，我不写那个 C， 我写 alpha。好，再来 valine 的话 ，valine 很好玩哈 ，valine 就是 alpha 这边一个 COOH， 这边一个 NH。二或 H 三振都可以，这边呢就一个 V 字，你看一个 V 字，一个 V 字刚刚是 valid 哈，所以是不是这样巧我也不知道、哦。出来一个碳，一个碳，一个碳，搞定。OK， 好，那这边的话就解析完毕，祝大家有个美好的暑假哦，然后有做完基本工作就会及格，就像我承诺大家的哈，所以大家就不用太担心。好，祝大家暑假一切愉快。